哇，没有想到你也学人家买这样贵啊，三四千块的脚车，你会骑脚车的吗？没有这样贵啦，千多块，千多块的脚车你都买这样 cheap， 哎呦，要买就买这种3000多块啊！东西呢不是贵跟便宜，最重要的是方便耐用。方便，有我的方便吗？哎，我的可以这样的，看啊！我的呢还有刹车灯啊，你的有没有？ 我的pedal还可以拿出来，还要放在这边。啊，推的时候啊，才不会卡到脚。啊，3000多块的卡达车前面会卡住的。哎呦，你看我的，你看，没有卡住的，你看，哎呦，下雨了，我回家了，你看，哎呦，快点，快点。